好，進歡騰亦有埋集，冠軍一理賽，隨時預備起步，預備。一起步嗰陣應聲彈出，進歡騰係最快嘅，好利威亦係唔慢嘅，中間上出嚟見到步步穩啊，然之後就係牛精復星。最後啲內欄位置見到就係時尚風采，中間就係大腦啊，大外欄位置仲有日本嘅代表馬成高啊。成高之後入邊內欄位置綠色進威，尾二位置好巴巴喺曬尾勝利飛區。距離頭馬約莫都係六個零七個馬位左右嘅啫。好啦，去到千二米起步點，前面放頭咧，見到進歡騰放出嚟一個馬位之先領先，步步穩就守住個第二嘅。咁啊，第三位入邊時尚風采喺佢外邊咧，就大腦大愛蘭先至係勝高嘅。再後啲跟住先至係好利威啦，入邊綠色進威拍住中間牛精福星啊，然之後跟住就好巴巴守住尾二嘅位置，喺曬尾依然仲係勝利飛區，距離頭馬約莫都係六個零七個馬位左右嘅啫。好啦，轉緊半個銀禧灣啊，前面放頭依然仲有進歡騰放出頭半個馬位之先領先啊，步步穩守住個第二，日本代表勝高上到嚟第三，然之後跟住就係大腦啊。大腦入邊嗰只時尚風采外邊，你見到好利威上緊嚟嘞噃。再後啲跟住就綠色最尾守住內人位置，中間牛精福星大外欄先至係好巴巴。喺曬尾仲係勝利飛區，距離頭馬依然有成七個馬位夠啦。轉彎預備入正直路，前面放頭依然仲係進歡騰啊！三號樓盤即係上嚟，見到就步步穩，中間就勝高大外欄斬上嚟，見到就好巴巴拍出一齊，仲有好利威啊！然之後先至係時尚風采啊！後面上嚟仲有勝利飛區啲馬，前面咧就好利威第一突出嚟，就好巴巴三號樓盤就拍住佢啦！好巴巴就鬥緊好利威，後面攬上嚟，見到而家先見勝利飛區，中間仲有就係牛精福星啊啲馬，好巴巴越騎越有，應該可以贏冠軍一哩賽。好巴巴跑第一，好利威跑第二，跑第三名牛精福星跑第四名勝利飛區。香港的代表馬結果就係包辦了前九名啊，第十名才是勝高嘅。好巴巴又贏一場一級賽啦，由香港一哩賽，跟住董事杯，跟住女王銀禧紀念杯，贏埋冠軍一哩賽，會唔會挑戰安田錦標呢？大家拭目以待。好輕鬆，三爬兩撥之下就過了好利威。好巴巴跑第一。好利威第二，牛精福星第三，勝利飛區跑過第四嘅。好巴巴，哇！企到半天高，大賽啊咁啦，未過終點啊正話。咁啊，好利威跑過第二啊，然後就三號嘅牛精福星，再落嚟咧就係呢只勝利五號嘅勝利飛區。一早就已經掹定出去同你衝啦，今次唔會塞㗎啦嚇。咁啊，好利威咧都健康，有嗰啲挫折之後都啲威脅力都爭緊啲啦。